开始完青春痘，回到国内后就处在了休息状态中。至刚刚过了新年，有网友就发布了几张郑爽过年走亲戚时拍的照片，发出照片的应该是郑爽的亲戚，不过照片也是多番编辑把亲戚都打上了码。看到新鲜的爽妹子，真是被爱情滋润的圆润了不少。不过在合影中并未看到张恒的身影，这过年应该是自己回家过年去了吧。照片中郑爽穿了黑色卫衣外加黑色裤子，虽然脸还是那么小，可腿和胳膊明显粗了一些，而且头发也长了一大截，看出来和张恒一起后无忧无虑的长胖了不少。走亲戚家时，郑爽的打扮还是比较乖巧的，而坐姿也十分端正，看来私底下也是个乖乖女了。素颜无滤镜下，郑爽的颜值还是蛮高的，皮肤很白很光滑，完全扛住镜头了。你怎么看郑爽和张恒这对情侣呢？小编可是很喜欢呢。